生立委高票的连任，继续为马祖来努力。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们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陈雪生，呼，三哥三哥耶！今天是我们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跟陈雪生立委候选人的竞选总部成立，谢谢各位的光临，各位辛苦了。中民代表他们，感谢各位。代表我们马祖是很团结的哈。跟各位报告哈，我跟着陈雪生跟了20几年，台上的人绝对没有一个比我跟他跟的久，因为他当县长，我当议员，跟他到现在，而且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密不可分，到中央争取预算做什么事。参选这个职务，我曾经也考虑过是不是应该要休息了，很多乡亲也告诉我现阶段还不宜，此时此刻还需要我的存在。马祖乡亲选择的是能做事的人，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这才是最重要的。预算啊，经常门啊，从10几20亿变成这个将近60亿，3倍啊，啊，然后资本门争取到70几亿，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哦，建设就是要靠钱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而且陈雪生跟我很有渊源，大家知道吗？我是民国70年当选台北市议员，他那个时候就在台北市政府的主计处担任这个工作。主计处是干嘛的？专门管钱的。哦，所以难怪他那么会争取预算啊，他就是找钱的专家，管钱的专家。鼓励一下好不好？耶、yeah! ！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项最了不起的成就，大家知道吗？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少子化。台湾现在已经是生不如死，每年死的人比生的人还多，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危机。最高的时候，台湾一年生43万小孩 ，maybe， 现在只有15万。大家想想看，43万变成15万，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不愿生，怎么办呢？哇塞！